我是陈建基，我是做乡业的。那时是为了讲做了有工行做，为了赚钱。巴西那时无工业，无虾米文武，那时会使讲病倒是有较困苦啦。所以讲那时的家庭式的做所乡乡业呢，大大细细差不多是小规模，差不多我看500-600间有加减嘛。头前做咯，后尾做也做一小型的，叫做工厂啦。那时出名是高田乡咯，算作第一出名咯。了又工厂，了落来高平乡是真规模无细啦，算作较早以前的啦。了落来到有够有名就是高条路的南田乡咯。了又卖祖乡的原料节，所以我人该买原料噶了。了这山山的祖乡业叫做家庭式啦，白拉恁就坐啦。了落来就是咧关林顶咧李明泉咯，李明泉已经是真正古了。特别伊个手艺是够也好，李明泉那边十几间，那是讲爱讲规模，不是无啦，伊是讲家庭式，家庭式咯。我本是用卡拉车载去卖，了是讲我有迄时是无车个，坐巴士车咯。去外面招咯，上个大年跟阿罗沙安款招会咯。我人有卖到白兰不杀啦，了白兰不杀，伊人安怎卖上第一批时，伊白兰不杀人卖。了落来我有招一个庙堂咯，神庙啥物，我有去招伊安尼款卖香，安款庙。迄时是叫做讲家庭式内面呐，再去卖香人物样子。了是拜神的人呢，较济家己也香去拜神，无啥动金。安尼款咱人讲祈求。加些神庙买来拜了，但以前确实是无。真个家庭式用香呢，是差不多两尺半本是用，了一尺较低本用，了是徛家厝土家厝坐嘛，人搬厝啊搭厝本坐嘛，所以点香了伊较早的老人烧香，甲当今烧香无相，了当今新烧香无相，用香是爱愈细愈好，愈油愈好。安怎原因？惊垃圾。你若讲到用灵香呢，直直用直直大。这灵香的年代出现，我都无咩清楚咯。特别我会晓做香甲当今啦，都是李明泉先做咯。了年代较早的年代呢，是做四支两尺呢。两尺李明泉都直直做做滴大支咯，做甲四尺咯，四尺五尺弯弯起咯。讲起来是伊发明头先啦。李明泉的香啦，起甲倒落六厘本是讲的水啊。先生是较三尺啊，三尺四尺安尼款做尔咯。了落来跩人安款对紧做，对紧做咯。愈想着愈做愈行，我想着我做我行，会出来咯。以前是无用这个大香的，这大香是后尾来的人想起的安怎做。了以前用这个大机的呢，三尺俩，三尺了就增加甲四尺。四潮了就增加个六潮咯，这个六潮第一关了，无个再关了。工会名叫做新兴起是新寮工会呢，有加入工会是较是较有名的咯，南天乡跩咯。后尾是工会成立了，本袂好势嘛，袂好势了。过落来，过再伊人成立工会，有参这新抓啦、北海啦，跩北海跩大山卡跩有成立，了加入去，了包成立这个工会叫做白马神庙工会咯。做香的料是有一个莲粉。莲粉是第一大主要用咯，了甲滴滴做细香都爱用个滴咯。我本身了以前是较早是新鲜做的是甲南天香买个啦，会使讲90%甲南天香买。了当今的供应商是马铃咯，甲这个香粉的规模真大份。啊，这个茶已经是太平，当今是太平做了咯。以前是较济人做啦，当今这茶排卖嘛，滴机啊，要越南搬过来，
本地本来做。纸箱行业前景是袂歹啦，特别是无人做，当今是到了是入口来，因为当今的人较袂食艰苦，愈较艰苦，人不当今的人就嫌了嘛。做这个物件较无卫生的物件，巴西伊会熏垃圾，用了都规身骨噶了，所以当今人就较无必要爱做这个物件咯。了工类唔是会嫌，工类是无少，你知道？当今人无甲你看工类。看我清气水水，我出来本来水水，了时间阁长，所以讲变做直直无去咯，直直少咯，了变做讲一代做了第二代无人爱食。从今起，所有入来是99%，外国入来、中国入来、越南入来，变做咱本地人无做这个细香啊。了有做这个红香呢，有北海边有人加减做啦，特别做这个红香。一个麻糖丁鱼平时人做啊，然后那是照冰岛内面呢，是歹找啊。那是我做了，我若无做就是无了。